对对对。这边就是几个，三个两百。这不是这车，那得等到，那是当然。
不，这个岩板餐桌往这一放的话，整体档次确实提升了不少。只不过现在天色已晚，并且没有装灯，稍微有点影响这个效果。这个生色台面的宽度是80公分，长是1.9米，这边岛台的宽度是70公分，长度是1.1米，做一个15公分的高低错台。因为这家的业主身高都挺高，男业主身高达到了1.96米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桌面的高度是85公分，比普通的要高一些。后期的话，这边放两个矮凳，然后这个岛台两侧放两个高凳，这个就相当于以前的这种吧台，只不过将这个餐桌和吧台给它结合了起来。然后这一侧有两扇柜门，打开以后里面可以储物，啊，非常的实用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咱们是开好了一个洞口，后期安装这个升降插座，后期坐在这里给手机充电之类的，非常方便。然后两边的尺寸，这一侧是80公分，然后这边因为经常过人，留到了1.1米的一个距离，啊，整个就是这样一个尺寸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截图保存收藏一下，做一个参考。咱们有一说一啊，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后期如果想搬到其他地方的话就不太现实了，因为都是拿这个永石胶和 AB 胶给它粘起来的，非常的牢固，想拆的话只能是破坏性的拆除了啊，完完整整的给它拆好的话是不太现实啊。